明白那個掙扎，然後我怎樣在個掙扎中達成這件事是重要的。這個意念呢其實都是神在他心裡運行的。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，這個經文我希望大家都記得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即是人會立心做一些事和做出來，即是有時有些人就覺得是自己做的，但是呢很多時候他不知道呢是神感動了他做，即是他立心去做和他做得出來。所以他上一次上堂之後呢，他就有這個心，我要去饒恕他。咁咧就呢個心咧都係神感動佢，跟住佢就肯聽話啦，就去做啦，即係決定去咁做。係，所以未做到而家。未做到，仲未 comment 到佢。但係佢一立心咧，就已經就個心就釋放咗啦。係啦，起碼係釋放咗即係好多 percent 啦。好，感謝神啦！原來就係願意去做，即係個心願意去做。即係呢個立心行事啦，其實佢咧立志行事，佢已經行咗噶咯，佢行咗一部分未行曬。佢行一步咩？我願意去做，我立心去做，佢都諗定會去做。咁咧呢個已經係一個行動嘅一部分。咁最後真係同佢面對面講咧，因為有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覺得係到底係我諗定係神諗咧，神嘅意念咧，只要嗰個意念係合乎神咧，我哋就唔使擔心㗎。